为什么不吃肉？孩子们有很多想法。Eating meat causes problem in your body. In order to get meat from an animal, you need to waste like gallons of water. 动物们是我们的朋友，不是我们的饭。2023全球慈悲大挑战，此季第三年参加，今年结合茹素互生的理念，串联八国38所慈济学校一起进行。There's probably going to be about half the class that I think that are going to try to participate to go vegetarian once they watch the videos. 孩子将理念画出来，在校园发挥影响力。我画了一头牛跟人变成好朋友，这是对的事，可是不对的事是。核桃教育园区的例行月会，大家享用冬瓜盅，每一口都是完整的爱。得到了更好的一些启发，我也有了更好的一些 idea， 在将来对我自己、我的家人，还有我身边的朋友，我怎么样能够从学到的，然后呢，也去勇敢的去分享给其他的人。此际课后辅导班也加入尊重生命的行列，让动物不再是餐桌上的食物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雪儿、黄旭木、于丽儿，美国报道。